我怎么，你们怎么敢？我不喜欢大嘴，我怎么敢？就是点这个 PK 是吧？我点一下，随机连麦，开始匹配，立即匹配，我匹配一下。哎，这就是这上面的 PK 怎么玩呀？我不太会呀。啊！我笑了，我真笑了。好，妹妹你好。哎，你是大嘴的什么人来着？我是他的好妹妹。啊，就是他的好妹妹是吧？好，大嘴的好妹妹就是我的好妹妹。就是，这么有缘分吗？啊，我他妈的一天到晚跟你这么有缘分吗？跟大嘴这边我真有缘分。来吧，妹妹，既然你是他的好妹妹，我必须再教训一下她。为什么要教训我？这是谁呀、啊？是谁？我是大嘴的这个，我大嘴人才，你是大嘴的人才。没错，他也是我的人才，我俩互为人才，懂吗？哦，没错没错，他也是我的人才，就是你俩互为人才。没错没错，他是我的人才，我平常也把他当人才使，他也把我当人才使，我们俩互为人才。是我想的那种人才吗？你想的是哪一种人才？我不知道呀。你不知道？你觉得我像是老兵一是吧？这个特效是啥？说吧，玩点什么，妹我妹？不知道，我今天第一天帮大嘴播，我张大峰是吧？好，这样吧，妹妹，我什么过程你扭腰，好吧？扭腰，我蹲起，好吧那好吧，你？OK，行。S 扭吗？啊，S 扭嘛，你想怎么扭那是你的事儿，你想咋扭就咋扭，你觉得哪种就适合你就怎么扭就完事儿，好吗？我今天穿的衣服就是扭了也看不出来，无所谓。无所谓，来，好吧，我放首歌。你放啥？那好，你放吧。换个歌吧，算了，还是这个吧。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我这边是防偷窥的感屏谢幕。一生的春日来香。你有腰吗，妹妹？有吗？有呀，这不是腰吗？但是我今你天这样，穿你的反裙手子摸有个点肚脐，我看一下。你反手摸肚脐，我看一眼。你来吗？摸不了。你摸不了，你这身材都不如我。等一下，对，我什么你都就。看不见。等一下。对你，你就这么地吧，你就这么地吧，你就这么地劈吧，好吗？就这样吗？对，就这么地吧，好吧，你这么地，你就扭吧。哎，对，大嘴的妹妹果然身材都还挺板正，该说不说的。这样吧，你觉得你认识冠冠吗？你知道是吧？你觉得你的身材跟他比起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是属于微胖的身材，我不走身材路线。那你这么说，冠冠好像不胖似的。冠冠是谁？我真不认识。啊，你不认识是吧？可以，有点东西的是吧？有点东西，我也觉得有点东西啊。大嘴的，大概说不说啊？大嘴的好妹妹身材这一块的，那确实没得挑。我靠，没人给我上粮票呀！我就一直扭呀。扭吗？就没人上面那没。就给他们。没有，咱们就扭的啊！你让我扭，他们都不想上了。扭起来的我从来没有在大嘴直播间扭过，这是第一次，我真是服这 PKP 的是什么？P 的是实力啊，妹妹，难道用嘴说吗？当然是实力啦、啊！就这衣服能看出来个啥呀？你腰不错啊，妹妹腰不错，腰还是不错的。
我无语。你叫什么来着，妹妹？我叫文文。文文，我操，完了。怎么了？你前女友叫文文啊？我有个，我曾经跟一个就叫文文的，这个也是有一段有过一段故事的，但他跟你恰恰相反，他受。